或者係個社會氣氛，大家都唔係好想出嚟。經過三個多月，反修例運動改變咗整個香港。我自己都接受唔到變得咁快，喺度喊啊！基本上各處烽煙四起，警民關係惡劣，係咁嬲喎，然之後一嘢跌落隻眼度，成身揾唔到塊好肉咯。香港係咪已經回不了當初？我哋又點樣走落去呢？鏗鏘集星期一晚八點，港台電視31。